四分。是超级梦。五分，许志策101C。
体脂测五分，限制体脂25。我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，我都觉得蛮吸引我。怎么了？不搭屎逼逼嘛，辣辣死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看，因为他不是太阳组，你帮我念一下。上面那个看不到，吴大师比比。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笑？好了，我讲错吗？没有，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。不要误导朋友。喂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？因为我是太阳组，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。吴大师哔哔，为何一直在笑嘞？什么意思啦？来，解释。我刚不是讲吗？他姓吴叫大师，他老婆叫大师，他老婆叫哔哔。好啦，都在笑，对了。不是，这一定有典故。这个跟那个。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桃山隧道的意思。陈建建明，他解释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样讲对吗？五大十 BB 啊 ，Yeah，That's right， 好了吗？现在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，欢迎再来，五大十 BB，OK， 掌声要不鼓励鼓励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笑得这么开心，我都不敢讲，你敢讲，你给我记住。不能讲哦，不然你坦白，我们严重不就很坦白？坦白什么？啊，讲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就别再问了嘛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对，笑你两毛没关。来停。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Thank you.
三点五四分，三分五分，四分五分，四分。赖玉言，二楼三 B。你是超级棒。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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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。杨教练，晚安。你好久不见嘞！哎，什么名片？名片？什么名片？没有啊，怎么有名片？是你给我名片吧？你好久不见，去哪？你在哪个国小教？彰化国小啊。哦，你怎么出现啊？你在台，你现在真的跑去哪里啊？我都在环岛拍演出演出，还有各大赛。哇塞！中山，你要帮我们报道这个青春美丽。你可以去挖那个真正国小的体操部，泰雅族的。哦，台北的吗？他的宜兰，有一次很小，过来的问题是吃住问题啊。原住民家长自己可以处理。真的啊？对。在台北市他可以处理。原住民家长可以。嘟嘟嘟，两手你。那问一下那个鼻子这边有那个鼻翼哦，有没有分鼻子跟鼻翼这种讲法？这能把不了个没了个你哦，是谁我说我带黑的带好，没有分那么清楚。那问一下哦，那那个鼻子这个鼻孔怎么讲？鼻咽喉，里面里面的鼻屎怎么讲？有些小朋友哎，你不要挖鼻屎，很脏。嘎啦嘎啦子嘎啦子母户。就是鼻屎上，对对。那那个鼻涕呢？鼻涕，鼻涕哈。对。那里面那个鼻毛，有时候我们鼻毛会长出来，要拔掉。不是，那个鼻毛有的会露出来，不好看。那个流鼻血怎么讲？生恶，生恶，对，生恶，
是我恶。对。那像那里的会常常那个鼻子会过敏哈，鼻子很敏感，很过敏，那个怎么讲？我们也分不清楚。哦，那好，那个痰怎么讲？哎，咳嗽那个痰了。那个，比如说我们擤鼻涕。哦。那个擤鼻涕，那个擤鼻涕怎么讲？这样。那罗，不要我们鼻子干，我喉塞哟。他有时候里面有痰啊，你会这样，不行，呸，这样。那个擤鼻涕会不会讲？那有时候里面会有那个脓啊，有时候那个感冒发炎啊，里面会有痰，鼻子里面会痰，你会讲。五大师，五大师，比一比。